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：台湾高铁公司与悠游卡公司关系企业的点钻整和行销公司 o p o n 合作，于八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推出高铁会员 Go X o p o n 惊喜兑点没好多一点优惠活动。o p o n 会员可用红利点数兑换高铁相关八折电子优惠券。高铁公司表示，该活动期间。 WuPon 会员以 WuPon 五百点红利点数可兑换标准车厢指定车次八折电子优惠券，每周适用优惠车次达二百六十六班。也指出，除输运期外，八月十日至十一月三十日是优惠车次的搭乘期间，而每个 WuPon 会员账号限兑换一张电子优惠券，每张优惠券限购一张八折高铁车票。 该公司解释，欲购买该优惠的 l u p o n 会员，必须先必须先加入高铁会员 Go，再指 l u p o n 网站的好康兑换网页，以 l u p o n 五百点红利点数兑换，而优惠券将在隔周周五后汇入其高铁会员 Go 账号，届时 l u p o n 会员再以 Go 会员账号登入高铁会员 Go 网页或台湾高铁 App 的会员专区。 至兑换专区选择 c u p o n 会员八折方案即可购买优惠车票，但需立即完成交易付款。高铁公司提醒：优惠券数量有限，且一经兑换，恕无法退还等价现金或返还电子优惠券。民众需多加留意兑换期限与搭乘时间。根据 c u p o n 官网 c u p o n 用优有卡为会员识别，打造跨集团、跨产业。 跨领域的红利点数平台，且还提供快速类点活动、对点优惠查询、点数交换与折抵电信费等服务。